的，好吗？好的好的好的，看我表现，许老板。那我今天介绍我的两个好朋友，许爱佳、苏爱佳和徐秋云，有请。Hello， 一个一个来说哈，一个一个来啊，就会显示我爱佳、苏。哎，你告诉我你的心里是不是只有他？这是你挖来的人吗？啊，苏爱佳，这个队长怎么当的？你看就不是他面试进的。对，然后我是苏爱佳，我是一个非常怎么样的人呢？漂亮。我是一个温柔，然后可爱，然后谢谢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特别会做饭，小厨娘哦，所以是那种贤妻良母，对，小厨娘。那你记得以后老板的午饭就包给你了，还有我老板的晚饭，那你要老板的早餐，这个到不到位啊？你还想不想签这个公司？好的，老板啊。哎，那还有，对，那我们介绍我们还有一位，另一位，另一位，隆重请出我们的徐秋云。要不再介绍我一会儿吧？那位长得好看吗？你先形容一下。那一个比一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乐团一定要有要求的。我们乐团颜值一定要有，好吗？那个老板，长腿一定要有。我的出场费是按时长算的。出场费，这个来了。同学，我刚才把脚崴了。同学，支票给你，数字随便写。哎，为什么到他那边就这样了？我拿一个平底锅，我扇死你！队长，我们介绍一下秋云，介绍一下自己，大云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玉格，在剧中饰演徐秋云。然后徐秋云这个角色呢，是一个追梦女孩，然后她又很乐观，很可爱。然后原著里面描写她是个胖子。就天天嘴不停地在吃，然后所以他是一个像一个活宝一样的角色，对，好，对。那其实我觉得两个乐手就是不够的，我们还会签乐团嘛，乐团，对，我们仨不够。对，我要办的是一个大型女子乐团，我们是一个大型女子男子女子混。双哎，哎，好像打乒乓球。招我们几个进来的时候，说我们几个可以直接出道的哦。你们可以的，我同意了，我同意了。对，但是现在我还要再继续寻觅接下来的一些乐手们，所以大家也要尽情的，就是尽情给我们一些时间。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们，本公司旗下的艺人都有谁，好吧？好的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公司，谢谢大家支持小夜曲。对，请大家敬请期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